方西的自娱自乐时间。此时的方西也不甘示弱。他们舞蹈界最厉害的就是我了，来一下嘛。把我手机拿过来，二维码打开。好嘞。花钱买就没必要了。下面是兰西的免费福利放送。这个、哎、哇，前面能行吗？你们是来看。下面来看我们六四老师表演。